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你在听歌的台语，我是李莎。今天我要来给大家介绍一首很趣味的歌曲，是歌仔戏《家庆君游台湾》里面的《游台湾》。这首《游台湾》是歌仔戏小生陈阿兰和曾阿君做伙唱的歌曲，里面有写到台湾的风土民情、美食、建筑，还有南北二路、海口、山地不同腔口、音调等等的台湾特色，真的是新鲜又趣味。咱现在就随来看这首歌的歌词。妈妈 TV，咱宝岛古早是叫做台湾，地名底好有真济款，风土民情金宝丽在，南北二路拢有流传。北港伫屏东出海产，西港伫台南有炊肉丸，南港其实是伫台北，北港妈祖伫分林关，嘉义新港有洪天宫，美都古港有三千宫，中港免讲嘛伫台中，大港小港拢伫高雄。美丽的宝岛是台湾，人讲上水的风景就是人。各地的腔口爱听分明，人口八条拢嘛无相共。你是谁？那是台北人。你是谁？那个分林人。你是谁？伊是彰化人。啊，你是谁？在下古早人。食饭配卤卵是宜兰人。查表查表，那是金门人。啊，你的年代是阮平湖人。讲话无相像是鹿港人，现代的宝岛是台湾，山顶海边是盖济船。你若有闲，紧随我来，各地名产我拢有传。对我来夜市，你就知各种的口味是真厉害。世界有名是真奶，乡民上爱请人食鸡排。到我来庙口洗老家，浙江的滋味是有够济。芋粿、猪粿、菜头粿。内行的来吃汤啊鸡，冬瓜啊大米、鹅啊米刷掺盐水，两边搞好家的麻油鸡是古早味，咸咸鸡沙番麦盐酥鸡配冬瓜茶，猪血粿烧酒来臭豆腐配冰豆花，红烧麻白菜肉烧酒虾甲油麻肉，鹅啊煎鼎皮烧米粉炒甲冬啊米糕，来夜市气氛有够好，有吃有抓算会好，咱庙口四界拢是宝。有宝贝哥好佚佗，人讲打拼就趁青春，也若想要佚佗就趁即阵。大家斗阵来游台湾，袂输那皇帝的出巡。这首歌的歌词我念足久的，有够歹念的，嘴齿都会打干。好啦，咱一句一句来介绍。咱宝岛古早是叫做台湾，地名底好有真济款。风土民情金宝丽在，南北二路拢有流传。咱台湾古早时阵的名叫做台湾，台湾内底做侪所在名嘛，拢甲即马无共款。有兴趣的人，等一下咱去看我这支影片，内底有介绍咱全台湾县市的古苗。好，啊，台湾有真侪无共款的风土民情，即个风土民情，规台湾的人加减拢听过。东港伫屏东出海产。西港伫台南有炊肉丸，南港其实是伫台北，北港妈祖伫分林关，嘉义新港有洪天宫，美都古港有三千宫，中港免讲嘛伫台中，大港小港拢伫高雄。即几句是咧介绍一寡台湾好食有名的所在。屏东的东港，逐港拢有足侪渔船伫遐咧落货，所以遐个海产真正鲜阁好食，尤其是遐个乌暗蒸，足有名的哦。啊，台南的西港有炊肉丸，是怎麼用炊呢？因为阮南部的肉丸大部分拢是用炊，无亲像其他所在的肉丸是用煎的。啊，南港叫做南港，唔过伊是伫台北，唔是伫南部。啊，分林北港的妈祖嘛真有名，无输大甲妈哦。嘉义新港的洪天宫嘛是一个妈祖庙。高雄古港三千宫的主神是三奶夫人，主要是求安胎顺产的。啊，中港因为有一个中，所以是伫台中。不过大港甲小港就拢伫高雄啊哦。高雄小港有机场，是国际机场哦。大港桥伫咧盐埕埔埔底迄边，大港开唱嘛是伫遐咧唱哦。美丽的宝岛是台湾，人讲上水的风景就是人。各地的腔口爱听分明，咱口八条拢无相共。咱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宝岛，大家拢讲咱台湾上水的风景就是人。
因为台湾人善良在心跟好客，不过不同地区的人的口口跟不相同。你是谁？那是台北人。你是谁？那个云林人。你是谁？他是中华人。啊，你是谁？在下古早人。吃饭配卤卵是宜兰人。查表查表，那是金门人。啊，你的领带是阮平湖人。讲话无声响是鹿港人。台湾无同地区的人讲话拢无啥共款，亲像台北人会讲你是谁，云林人会讲你是谁，啊，彰化人会讲你是谁。啊，若你有听到人讲你是谁，迄就是古早人。啊，若宜兰人咧会甲食饭配卤卵，讲做食饭配卤卵。金门人会甲查甫查某讲做查表查表。啊，平湖人会讲啊，你咧恁台，即句我拄啊好听有，因为阮阿公着平湖人，我细汉的时阵拄啊好有听伊讲过。啊，你咧恁台就是啊，你咧创啥意思？啊，鹿港人咧讲话咧，就甲大家无啥像啊，所以咧听鹿港人讲台语爱足真足听诶。现代的报道是台湾，山顶海边是盖坐船。你若有闲，紧随我来，各地名产我拢有传。传就是有准备的意思。因阵咱这个报道叫做台湾，即马咱这个报道叫做台湾。伫咱家山顶海边好食的物件是有够多，啥物拢有。大家若是有时间，就做伙来佚佗。各地名产我拢有准备。对我来亚旗，你就知。各种的口味是真厉害，世界有名是真奶，乡民最爱吃人吃鸡排，狗仔来庙口踅老街，浙江的滋味是有够多，芋粿、猪粿、菜头粿，内行的来吃汤仔粿。台湾的夜市真正世界有名的，啥物好料的拢有，亲像即马世界上最红的珍珠泥茶，佮有网络顶关乡民最爱甲人小叔吃人吃的，就是。鸡排，台湾的鸡排真正一支好食啦，赞！啊，若是要食浙江的好滋味，就要去庙口老街，遐足侪拢是古早味祖传老店，会当去食芋粿、猪粿、菜头粿。唔过巷仔来的人呢，会去食汤阿粿，我就最爱食汤阿粿。冬瓜阿大米、蚵仔面线掺盐水，润饼到好家底麻油鸡是古早味。烘番薯、沙番麦、盐酥鸡配冬瓜茶，猪血粿烧酒类、臭豆腐配冰豆花，红烧麻白菜肉烧酒虾甲油肉肉，蚵仔煎鼎皮烧米粉炒甲冬仔米糕，这拢是台湾真好食的物件。想要知影搁较侪台湾好食物的人，等一下会当去看我这件影片哦。来夜市气氛有够好，有食有抓算会好，咱庙口四界拢是宝，有宝贝阁好佚佗。有食有抓就是比喻一件好代志，另外阁有附加其他的价值，亲像咱去予人请食饭，饭食了阁有等路通客，这就是有食阁有抓。啊，若是伫这首歌内底，就是咧讲伫夜市内底，唔呐有通食，阁会当算甲细家。啊，若庙口咧，好耍的所在阁愈多，唔呐有通食，阁会当西庙寺拜拜求平安。人讲拍拼着趁青春，也若想要佚佗着趁时阵，大家斗阵来游台湾，未输那皇帝得出巡。大家是拢讲拍拼着爱趁少年，唔过若是想要佚佗咧，着爱趁即马要有。会热的时阵，进去，唔通等到老啊破病倒伫眠床就袂赴啊。所以大家少少的做伙来游台湾，就亲像古早时阵的皇帝咧出巡同款，来甲台湾走透透、食透透、耍透透。好，以上就是这首游台湾的歌词介绍，有趣味无？大家会当去听看卖这首歌哦。我是Lisa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若是有喜欢的影片，为了我就把起赞歌来分享出去，也别电话关注朋友们，也别直接电话来，快快先联动啊，那就收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嘛，今天赛会完，这都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你们来给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嘞，Lisa嘛，我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起一下，赞的哦。好，安啦，后一个节目再会。